乡亲朋友吼，大兄大姐，大家足歹势吼。这毋知是毋是气候关系吼，今仔即个心情真沉啦吼。啊，煞愈来愈低调，煞情绪总揪袂起来吼。啊，事实上，即满是过去作品无发表，要甲大家分享吼。啊，这是较私人的代志吼。啊，那敢若，毋知影讲的。迄、那个情绪又那敢那真低调吼，较歹势。啊，不过时间我有来等恁报倒转来啦吼，既然两点钟，咱就有那两点钟好较完整嘞吼，这时间有来扣掉。咱所知影台湾发生这个九二地震嘞，有那死伤真惨重。啊，有就伊。专门伫写歌词的，伊是讲叫我袂使讲啦，吼，因为伊甲人有签约，伊是头讲伊甲工会有签约啦。啊，其实我含伊无熟识，伊走来找我，伊讲希望看我会当甲伊配合袂啦，吼。伊讲伊真爱我写的曲风吼，啊，所以头一首曲就摕一首写九二，吼，叫悲伤的心袂搁疼。啊、所以我今仔有哪甲大家分享，这是一些旧事。天遐尼啊大，地遐尼啊宽，山明水秀，黑暗中受折磨。天敢有在听？地敢搁会听？峰回路转，伤害到这。上来到这就煞，结束的意思是就煞吼。目屎生出七彩的梦，日夜怀念你的人，将思念化作希望。遗憾才有温暖，永远记着你的名，永远听着你的声，一步一步向前行，悲伤心袂阁疼。天遐尼啊大，地遐尼啊宽，山明水秀，黑暗中。
山边水秀，黑暗中受折磨。天敢有在听？伤害到这就散，目屎洗出七彩的梦，日夜怀念你的人。我的故乡来自屏东恒春，其实我是住车城，但恒春大家较知影，所以我拢讲屏东恒春人。我伫差不多二十年前，接受海外美国东洋会邀请，去美国巡回演唱的时阵。尤其在爱荷华大学，伊乡亲讲，你拄仔伫唱迄条歌呢，就是作者去美国的时阵，伫爱荷华大学写的首诗，迄是宋哲来本土的一个文学家，伊所写一首诗。我会碰这首曲，就是有一届即选举即场合呢，邀请我去唱歌，伫服务处内底有一本诗集。头一页就是写着我的故乡，我感觉这诗写得真好，所以我总拿提来普及啦。那是到恒春，那是到恒春，就爱落雨的时阵，走过山仑，亲像姑娘仔的温顺。那是到恒春，爱经黄昏的时阵，你看。海墘的满云，半天通红像抹粉。若是到恒春，就爱好天的时阵。出澎的海船，有时驶远，有时近。若是到恒春，毋免惊时阵。单单的歌若唱起，一时消阮的心闷。单单。已经亡身去了，是一个台湾民谣，可以说是真原始的台湾音乐白布调。这个白布调是真特殊，因为它是用月琴弹的，所以月琴弹的那个调性，就像思啊想啊家啊
是咱的祖先那个歌吼，上加早上原始吼，迄、那个调性就是一款的物件，伊饮酒水，啊来到台北啊，想好这个大兄大姐唱歌互恁听啊。哦，这就是咱祖先的音乐啦吼。当这个乡村的思想机呢，我小可加一挂这款的这个元素在内底啦吼，来处理这个歌曲啦吼。Mas
到现处时阵，淡淡的汗想起，只是少阮的心
气氛若改变，其实这个歌是真哀伤的曲啦吼。啊，我调工那表现拢较轻快吼，啊，无迄个情绪一直落落去吼，暂时又阁无法度唱，所以讲啊，气氛就要改变一下呢。咱所知影呢，台湾有一款鸟，这是宝啦吼，这是全世界拢在注意的物件，因为这款的鸟有一天有可能。伊无去，伊叫做黑面琵鹭。全世界吼、哦、统计吼、哦，可能差不多1000只左右。所以咱若无好好对这大自然吼、哦，无好好去啊保护吼、哦，对这动物，可能有真侪动物，咱的后代看袂到。啊，所以这下面介绍这首诗呢。是这个蓝淑珍老师吼，伊、哦、是这个台南市上国文老师已经退休，但是翁仔某伫从事这个台语文，啊，伊有写真侪真好的诗，啊，有叫我来谱曲。其实我所有作品内底这首歌其实毋是我写的，哦，是我一个好朋友写的，吼、哦，但是我有在修改，有一个 melody 吼、哦，因为伊欠一个装饰音。所以装饰音我有在给他处理吼，当然这个主题是我朋友写，不过 melody 比例不是伊的，所以我用我的方式去啦，有淡薄种程度修改啦，叫喇叭的心声吼，乌面喇叭吼，喇叭面乌乌，脚长长，来到七股的田园，唔知恁倒是住偌尼啊远？唔知北方是偌尼啊冷酸酸，故乡的田园已经趴远，出外讨食心酸酸。唔知外乡人情有偌长，唔知啥人会来相借问。徛伫南塘看四方，海鲜鱼虾满水塘。恁的照顾嘛真十全，只是袂当写阮满腹的心闷。毋忘南风透万丈，带阮回家门。有当我咧想吼，即款个曲吼，对即、這个吼、嗯哦、保护动物吼、哦，啊，即是咱人类共有个资产啦吼。每种动物拢有伊生存个即个权利吼、哦，啊，当伊即个自然生态吼、哦，有伊个生存个。风土地理条件，从事教育，照你讲，就是讲这个教材内底，你得爱去教一款的物件，要安怎爱护这动物？像这黑面琵鹭是款候鸟，伊是对这西伯利亚、哦苏联、中国、韩国那边一路飞来，那秋冬的时阵，伊来到这夏俄，哦，迄、那个所在，伊是一款的候鸟，应该咱要安怎来疼惜这？动物，只是稀客，一年才来一摆，要怎好好招待这些人客，教咱的囡仔会用去爱护这动物，尤其你濒临绝种的这款的物件，这是真好的一个教育。啊，请专人经过训练，对鸟习性知影，哦，过去因为无去注意这个自然环境，吼、哦，这黑面琵鹭甚至有一年毒死七八十只。讲起来，这是咱台湾真不光彩、真无光彩的代志啦。因全世界拢这么重视这动物，竟然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一个毒死七八十只，这讲起来是真无光彩。所以对囡仔这个
教育呢，应该从开始，就是这款的思想理念，这款的教育。哦，人就是有迄个疼，迄个爱。哦，就是开发这款的物件。但今所看到的台湾不是安尼，那咱福建的环境真糟糕，目睭看垃圾，耳光听垃圾，所以心灵啊垃圾去，规思想心灵拢污染着。哦，当然这是咱反思啦吼，等于讲咱才讲，迄个问题是唔对的。啊，大家就是讲有一点心，虽然我无力，你无力，不过你愿意投入一份力，伊愿意投入就大家集起来，力量就真大。包括咪建立台湾以后，咪家己真真正正家己咪管理家己，变作一个主权的国家，嘛是相共。大家若无都贡献一份心力，咱这个梦永远是干那一个梦尔。面乌乌，脚短短，来到七股的田园，不知恁家是大多远，不知北方是偌呢啊冷酸酸，故乡的田园已经拍远。厝我讨食，心酸酸，不知我乡人情有偌长，不知啥人会来相招门。徛伫南庄看夕阳，海鲜鱼虾。满嘴长，恁的照顾嘛真杂乱，只是袂当消阮满腹心无。望南风透万丈，带阮回。
万长，带阮回家。当然，这款的物件是较人文的物件啦。吼，有一个文学家，少年文学家，有一届一个课程邀请我去讲一个民谣创作。伊讲伊的阿嬷有讲到伊少年的一段爱情故事给伊听，伊听了真感动。还有写一首诗，委托我来谱曲。伊讲阿嬷少年时阵呢，有一段初恋，伊爱人是一个讨海的。有一天出海去抓鱼，因为可能是风台还是安怎发生事故，结果尸体总无看到。所以阿嬷呢，从少年的时阵，伊就时常去海边啊。该讲的话，也已经讲尽了，目屎也已经干了，年纪也已经老了。但是这段刻骨铭心的这个款的爱情呢，深深印在伊的心肝，骨力内底，永远洗袂掉。所以这首诗安尼写，迄一日海燕起性地出手。将阿嬷的爱扯到海底，阿嬷只是点点坐伫海边，用目屎沾伊心爱人讲话。卡妹成双成对流过伊的心肝底，一滴一滴肃穆的血染红了阿嬷的海边。经过几若年了后，海风扇打阿嬷的话，不过阿嬷知影。总有一天会载到伊思念的迪拜啊，参伊心爱的人相会。简单讲，就讲伊死伊去伊讲啊，我那要去海去找伊爱人就对了。卡莫咩，成双成对。
掠过伊的心肝底，一滴一滴寂寞的花，霓虹阿妈的海墘，几啊年经过海风扇打阿妈的话，不过阿妈知影，总有一天会回来海墘。三米三米，这个李宗华教授吼，中山大学啊，算讲我的好朋友了。啊，写真济诗，提给我唯一一首，伊无爱提给我。经过两三摆啉烧酒，我来讲吼，有好的作品，都要互大家分享。吼，伊讲因这是私人的秘密。伊伫讲伊甲因爸爸的感情，因爸爸妈妈其实拢无读册，一世人拢劳动，但是呢，为着囡仔教育，为着这个家庭，一生拢是伫劳动，伫田林安尼，白甲乌地地，吼，安尼久安尼。但是下晡时、暗时倒转来要洗身躯的时，就咱这个煞尾背西洋菇，就是李宗华教授，伊到遐伫即卖排第九的。用西洋参、西洋菇，就是拢因爸爸家己做的事，伫个菇池边啊，用一卡面汤水，就是拢因爸爸伊回想起。我西洋参，我爸爸西洋菇拢掠即个细只去家己做西洋菇，所以对爸爸有真深的感情伫啊。所以写首诗，为念纪念伊的爸爸。叫迄面汤水，迄面汤水是伫讲白景精啦，吼、哦。一面汤的井水，是每工暗头啊，咱约定的所在。迄面汤的水，咱做伙洗面、揉身躯、甲洗脚。迄面汤的水，有你操劳的肝，嘛有你对阮的疼。一面汤清水。佮看到你的形影，点点啊，无声的形影。这面汤的水是思念的目屎，真思念的目屎。这面汤的水，找无梦中的歌，找无你对阮的疼。当然，李宗华教授呢，就是讲，因爸爸是90几岁叫往生去。但是是大人呢，一世人毋捌为着家己，拢为着遮囡仔教育，所以到兄弟姊妹呢，拢接受真高等的即个教育，吼、哦。啊，下面我想要来介绍一首，吼、哦，迄面汤水。一面汤
人的井水是每日暗头啊，咱约定的所在，冷汤的水，咱做伙洗面，揉身躯，甲洗脚，冷汤的水。有你操劳的汗，嘛有你对阮的疼。一面窗的清水，搁看到你的形影，点点无声的形影。这面窗的水，是思念的目屎。真思念的目屎，这面窗的水，找无梦中的汗，找无你对阮的疼。暗头啊，咱约定的所在，那面窗的水，咱做伙洗面，揉身躯，甲洗脚。那面窗的水，有你操劳的汗。嘛有你对阮的疼，一面窗的清水，搁看到你的形影，点点无声的形影。这面窗的水，是思念的目屎，真思念。的目屎，这面窗的水，找无梦中的汗，找无你对阮的疼。你安尼会受忝无？哈？好呢吼，安尼时间还阁偌久？其实吼，我阁准备一挂吼，也袂想吼。我大概这时间还阁剩偌久，我留我了解者。拄啊，我十分钟爱扣掉啦吼，阁二十分 ，OK， 安差不多半点钟吼。因为我继续介绍呢，有那李宗盼教授所写，叫讲伫讲过去台湾的农村，咱所知影台湾吼，过去从这农业社会工业化以后呢，真侪少年人吼，拢走伫工厂去，所以真侪这个种植的啦吼，吼做田的啦、做事的啦吼，拢看无少年人，吼，啊所以阮有一个梦。这个是你讲过去的台湾，那所在过去的台湾呢，人甲人之间真有这个人情味啊，厝边头尾上厝边头尾，吼、哦，那有人靠土豆、乌番薯啦，厝边头尾大家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那较艰苦的人摕一挂米去给伊，真有这个人的这个
积分啦吼。但是人的文明的进步呢，人甲人之间愈来愈无人的气氛，人甲人拢敢那利害关系尔。所以这个文明的进步带来到底是好是歹，这真歹讲。电脑我所看到负面的电脑较济，当物质生活大家过甲真富足，便利性逐项拢进步，不过自然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。以及整个地球，这个温度一直在升高，咱所在北极，整个冰拢在融化。这个变化了，这个灾难到底有多大？真正这个科学家在评估、在研究，真有可能这是全地球的一个大灾难，所以下面我就无必讲遐济。阮有一个梦。汤色草厝后迎面敢阁有人来歇斗，厝边头尾囡仔伴，什么时阵来阮家？
梦，阮有一个梦。落叶的秋天，黄昏暗暝，孤单一人徛伫窗口边，看无外面月亮天星。茫茫暗暝，亲人只有梦中相见，分袂清窗内窗外霜冷的秋天。长夜的雨水，犹原落袂离。夜窗声靠几暝，加添阮心内伤悲，往事一幕一幕浮出阮的脑海里，这是阮伤心的记忆。放松的日子，一年过了又一年，四季变换，找无春天，暗淡其实陪阮到深更，冷风又搁阵阵吹起。月亮远远挂伫天边，闪烁的天星，亲像妈妈你，暗暗啊，目屎亲像雨水。呼唤声响四边，深情一句一句来表示，一声一声来自乡里，期待阮早日回乡团圆。这首歌是我写给阿扁总统。写伊伫家中的心情。落叶的秋天，风雨的暗暝，孤单一人徛伫窗口边，看无外面月亮天星，茫无的暗暝，亲人只有梦中相见，分袂清窗内窗外霜冷的秋天，长夜雨水犹原落袂离，夜窗声到几暝，加添阮心内的伤悲，往事一幕一幕浮出脑海里，这是阮伤心的记忆。送的日子，一年过了又一年，四季变换，找无春天，暗淡月色陪阮到深更，冷风又阵阵吹起，挂伫天边，闪烁的天星，亲像妈妈你，暗暗目屎亲像雨水，呼唤声响四边，
心情一句一句来表示，一声一声依赖自乡里，期待十日回乡团圆。我有一个好朋友呢，二十几年唔见面，伊头讲吼，伊找我找甲要死，吼，找二十几年吼，因为我较早我住树林，啊，尾啊，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呢，后尾啊搬去高雄，啊，所以甲朋友的这个线索总断去，尤其我冷静一阵吼，就是所有朋友拢切断。因为我规头壳内底拢规拢政治吼，规人生的规话拢乱起啊，人生风险拢无去啊，较一定先呐，吼。后壁因为好不容易我有熟悉一个女朋友，啊，伊对我非常好，吼，伊愿意给我一个环境吼，创作，所以我一定专心的。虽然无收入，但是我创作不断。啊，当然，这个朋友呢，伊住伫这个北投，伊较早是算讲，村里经济有那袂歹，有那留袂少钱互伊款，啊，不过少年真怕啦，女朋友本来吼，啊，所以钱有那分掉去，啊，不要跟那悔改，啊，有人引出来去信主啦，吼，啊，改变真济。啊，有一届一个无款，咱袂看到我，吼、哦，随走去个，哎，王老师，啊，你是走去大啦，吼、哦，我找你找个，吼、哦，二十几年无看到，换一个，啊，然后伊摕一首诗给我，讲看我会当补救袂，伊讲因教会内底一个会友吼，伊伫约伊啊，吼、哦，单亲呐、啊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写一首诗，讲就是伫写伊啦，女人四十啦，吼、哦，一人请囝，确实真孤单。三顿歹过，我嘛甘愿承担。欢喜看囝一年一年大，照镜才知头毛已经出白山。有人讲伊对阮有心肝，信心拢无的我是真惊。女人四十哪会甘有影？女人四十已经心头定，只有祈求上帝赐阮有情兄。感情卖阁互阮第二摆输赢，所以真秘书咧跋筊咧吼，吼，所以有当啊，若嫁无着好翁吼，衰死人。吼，就是讲，当然是大家拢希望讲结婚会当阁较幸福、较快乐。结婚啊，如果变作是一款的痛苦吼，我袂去劝人讲一定爱做的，因为是痛苦。吼，枕边人，咱所知影。相亲亲的人就是边的人，啊边的人都无法度做伙啊，遐有啥物意义？吼、哦，同我哩讲的意思，同我每个人处境不同款，运命嘛不同款。当然，你心内呐有一个上帝滴的心，一切你可能用爱的看事，用爱的看代志，爱力量有当时非常大。到无一个抗战，肯定因为你这爱力量，发觉对方真济伊恶习啦，种歹习惯，还是脾气，吼、哦，这就是从后来第代当找到这款的物件。啊，下面我就来介绍这个女人四十。一人请囝确实真孤单，三顿歹过我嘛甘愿承担。
我已看见一年一年大，照镜才知头毛啊已经出白山。有人讲伊对阮有心肝，信心拢无的我是真惊。女人四十哪会敢有影？女人四十已经心头定。记得上帝相思有情兄，感情莫搁乎我第二摆输赢。是真孤单，莫怪我嘛甘愿承担。欢喜看镜一年一年大，照镜才知头毛啊已经出白山。伊拢有人讲伊对阮有心肝，信心拢无的我是真惊。女人四十哪会敢有影？女人四十已经心头定，记得上帝收拾有情兄，感情莫搁乎我第二摆输赢。确实真孤单，三顿歹顾我嘛甘愿承担。欢喜看镜一年一年大，照镜才知头毛啊已经出白山。有人讲伊对阮有心肝，信心拢无的我是真惊。女人四十哪会敢有影？女人四十已经心头定，记得上帝收拾有情兄，感情莫搁乎我第二摆输赢，感情莫搁乎我第二摆。其实这个曲呢，伊是真悲伤的曲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我无爱迄个曲，佮一直落落去吼，所以我是用小可帕萨诺瓦迄款的迄个节奏，听起个负担较袂啊大，所以时间到嘛吼。啥物甲大家唱一条歌，毋知会使袂？哦，啊恁得爱认真学哦。哦，这教一摆恁就会晓唱。啊，我希望吼，我先唱一摆以后吼，我先唱一摆以后吼，啊恁对安尼落去唱，足简单的曲，因为这情绪吼，无你我扭我关起袂使。其实我本来是今仔是要甲一边一国啦吼，啊，但是我感觉讲迄个气氛那个不对吼，尽量画出来吼，将你内心的不愉快、郁闷，大声地唱出来，吼，大声地唱出来，吼，对咱即卖慢就不慢，你有哪通来画出来，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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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真简单，伊也好，伊也好，伊也系安尼呢。
嘿，安养就嘛吼，就干阿能徛徛好无？哦，先我就阿顶了动作的运动吼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嘿，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嘿。休息先吼，咱今麦话到啥物程度呢？哦，这边啊，这妖魔鬼怪听了，大家酸呐、啊！哦，唱一两首较大声嘞，好不好？哦，从台湾去我哩，我做迄个气吼，拢都消耗掉了，好不好？唱大声就一二三四，哦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嘿，哦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嘿。来溜紧哦，好不？哦，再来溜紧，一、二、四、五，轰！咿呀轰，咿呀轰，咿呀嘿，三次，哦！咿呀轰，咿呀轰，咿呀嘿，轰！哦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嘿，二三四，哦，咿呀吼，咿呀嘿，赶紧的哦，哦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，赶紧的，哦，咿呀吼，咿呀嘿，哦。咿呀吼，咿呀嘿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嘿，咿呀吼，咿呀嘿，哦，咿呀，哦，咿呀嘿，哦，咿呀吼，咿呀吼，咿呀嘿。感谢各位哈。啊，短短两点钟呢，真紧哦，是讲有一撮忝啦吼。不过那小可讲者吼，小弟呢无其他的工职业啦，即马就是干那靠音乐尔吼，啊，就嘛无通路啦。所以你若感觉讲这作品，特地咱若收藏吼，也是算讲有囡仔好去听，因为我来讲吼。即落所有内底音乐拢是正面的物件，拢是台湾真实的故事。啊，所以恁若好朋友要送伊礼物，嘛会当用一款的物件，因内底文学、较人文、带乡土的物件。啊，所以有呐，加减啊，豆啊，到推动一下，吼、哦，非常感谢各位，多谢，多谢。